咁我要同大家介紹嘅呢一部係 Casio Previa 系列 PXS 1100。首先，我哋嚟聽下呢部琴嘅音色先。哇！呢個咁真實嘅聲音呈現係因為呢部琴採用咗智能音階琴取動作鍵盤，細緻地產生如三角鋼琴嘅觸感同重量。由敲擊琴鍵後嘅聲音到優美嘅延音，都提供咗同演奏三角鋼琴一樣嘅質感，令用戶可以清楚地表達自己。不論你係温柔細膩嘅，定係動感有力嘅表演。呢部琴无疑是最适合 live show 同埋 busking 嘅数码琴，佢沿用咗快拆式谱架，仲可以连接两个耳机输出，配埋音响输出孔，最适合应用喺室外表演，方便得嚟，表演力十足。而且随琴附送咗一个无线蓝牙接收器，新嘅琴唔再需要透过传输线连接平板或者手机用 app 啦。而 PXS 系列都是 Casio 目前唯一可以无线蓝牙连接的琴啊！呢部琴具有 LCD 屏幕，令你可以轻松浏览完整功能。它采用了镜面触控式面板设计，但又用在处理所有设置的触式按钮，为设计附上简约风同科技感。全新 PXS 1100继承了前一个型号 PXS 1000的流行设计理念和演奏舒适度，但进一步加强了低音高音域的琴声表现力。还有他们重新审视了 speaker 的内部结构，为声音增添了空气感、定位感、清晰感，令演出效果更加丰富。这部琴作为 Casio 的最新产品之一，採用了超薄的設計和擁有世界上最短的深度，可以擺放在任何類型的室內空間。易用和簡約的設計令香港人在寸金尺土的地方都可以享受到擁有和彈奏鋼琴的樂趣，而不再需要為生活環境的限制去放棄一部高質素的琴了。